三、二、一，开锣！基隆市长谢国梁协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州敲响锣声，宣布112年运动爱台湾基隆体育季正式起跑。第一个登场的活动是暖暖区社区全民健走运动，包括教育处长刘美兰、议长童子伟、秘书杨文和及市议员林敏勋、市议员陈冠宇、市议员林佩祥与市议员连恩典秘书与立委蔡诗英秘书等贵宾都到场参加，在教练的带领下与现场民众一起热身运动。体育会估计有超过2000人来参与这场暖暖区健走。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体育会举办的全民健走活动。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我们各区的健走都要陆续举办，那奖品也非常的丰富，也感谢我们包括林佩祥前副议长，还有敏勋议员，还有连恩典议员的办公室博员，大家都来积极的参加。那未来大家走出来越运动越健康，那小爱爸爸也希望让大家在路口能够越友善越安全，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运动爱台湾2.0的第一场，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所有的活动浓缩在一起的基隆体育季开锣。我们在有各区的健走，还有体育交流会，还有声音交流的健走，包括我们的基隆的小百叶的登山自行车，还有一个4月20号全国新住民在我们陶晋公园有办一个全国新住民健走体交流晚会，还有6月3号的我们基隆市运动会，有将近24个项目同时举行，还有我们今年在6月也有一个外面参加海上朋友，很多活动，差不多有8、9、10项活动陆陆续续展开。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谢市长上任来，把所有活动整合在一起，在基隆体育季民主开始，代表我们的运动开始了。那今天的路线呢？我们是由集合场地往我们的抽水站走。走黄兴步道的部分，风景很好，清水的部分，然后路面也很宽敞，非常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这边运动。活动现场有热闹的舞蹈表演，还有海洋大学的体适能检测，卫生局的卫教活动，以及基隆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新制宣导，都吸引民众排队参加。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州感谢教育处与各单位的支持协助，一起来推广运动。我们非常谢谢市长、教育处还有议会的大力支持，而且我们也谢谢各区。你看，我们今天暖暖区虽然是最小，我看现场将近2000人。基隆市体育会表示，今年运动爱台湾2.0体育季的活动项目非常多，欢迎民众踊跃参加，一起多运动才能享受健康。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